全部都是。哦，这你看。对呀、啊，没有味道。嗯。好、啊。可是我发现我们有点。哎。然后我们又把它塞到那个水壶再气它一下。嗯哼。说是我们的产品都放了半年左右，等要使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分类。哦哦。那你未来就。哎、欸，这批是抓的比较好喝，他们可以把它捏开了。是没有经过烘焙，对，是啊，是有一点那种轻微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没有。像这两批啊，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一批的话，这样捏下去有一个蓬松感。嗯哼，就捏的蓬松，那、啊、这个是蛮硬的。后面那个是白的，那就是发酵的程度是有点差的，那是一种手法差的。我们是，好，等我可以进来吃。好。不要不要，不要。成熟的果实啊，是由绿色转成红色，或是从红色的果实提取到色的。嗯，这、就是成熟的，还可以摸看看，可以感受到点。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纯种了，哦，有外国还有了，我们台湾的话是很少很少，因为都混杂在一起。嗯哼，跟谁混？哎，就是他们有人介绍有一二三种，其实他们这三种都有互相的那个种。哦，哎，可是我们会还用种子，像变成枯藤苗之后，对，就有一百颗种子嘛，可能会有几颗、几十颗死掉的。那我们就做一个筛选，就把生长势强的留下，欸欸，那可能它的后代会长得比较强健的，然后产量也会多一点。强势种的就留下，那这三种哪一种最强势？第二种最强势。第二种是它风味比较强烈啦，它也是抗虫害，也是我们所谓的红种。但是第一种是比较体弱多病的，但它味道比较好，所以我们一跟二一做结合的话，它的后代会。就是那个比较平均，但是希望能有一跟二的优点。所以第三种是一跟二的，那个一个品系，一个好，他们认为不错的品系。那我剥一颗给你吃。直接生吃啊？对，直接生吃。然后它可以生吃，那个籽啊，可以咬一咬吞下去，也可以，那吐掉吐的很美。啊。它也是像神子一样生，是好不好？像神子，像神子，我是试着的。你吃看看嘛，你。你都没有尝试新鲜的食物。好吃哎，看一下哎，快点，好吃真的。然后就把它。少部分来种植嘛，最多可能。嗯哼。而且我们外面他妈的土壤里面都是三到五年的时间。嗯。所以它那个三到五年之后就稳定的开花跟结果。嗯。那像我们浦东这边呢，属于高温多湿的环境，所以是适合它生长。三到五年就可以开花结果。就慢慢的开花结果。可以用吗？说用是那。就是你们。我可以。有达到你们可以处理的品，还是说还是比较？但是种越久的话，真的是越苦，真的是越苦。它像那个说会长成这样子的，那这个就是有长得好，因为环境的因素啊，都栽培了，所以就改变。它的目的主要是把所有的种子放一起，种一起，
什么花样？讨厌痒。它这时候会产生酒精跟一些油脂。现在果肉还是有点白白的嘛。对。那再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就把它进行第二个阶段的耗能发酵。所以它都不用低温发酵，它就直接在室温发酵就可以。但是这个温度不能像这种温度。对，像寒流来的时候，它的发酵的过程就会比较慢。如果温度一高的话，会降低它的净值。那这个阶段是我们所谓的耗能发酵。它的颜色就跟那个我刚刚吃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有那一种奇怪的味道，像那个什么大豆，对，有人说是超卡秀的，对，啊，你们这是芭蕉叶还是香蕉叶？香蕉叶，我们这应该说那个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关系啦，我们在香蕉树下种可。哦，所以那些都是香蕉树，不是芭蕉树，是香蕉树。芭蕉的话是看起来有点像芭蕉，有些人是芭蕉。好像是。哈、嗯。因为香蕉跟芭蕉都可以，但是一样的东西。哦。对，它是一种不一样。然后你说在可可树旁边种？对，要遮阴，因为可可苗的话是需要遮阴的。如果没有遮阴的话，它可能叶子就会像这样，有的会烧掉。哦，就是烧掉，或是黄化。长不到这样子，那因为阳光太强，会产生一种环境的逆境，所以它是需要一些树来保护它，六年起要保护它。像他们因为长期是在热带雨林嘛，那热带雨林就是长比较高大，他们就在他们的树底下，就靠着那个穿透的阳光这样生活。像这个我们发酵好了之后，一个礼拜左右嘛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放在外面做一个干燥。收进来，再放个半年，再收成，就让它一些不稳定的一些因素啊、气味什么，就慢慢的稳定下。直接吃啊！直接吃，如果你们觉得口感不好的话，可以看。第一来，不吃豆，这个它就干。就是有脆脆的，然后香香脆脆，然后后劲有点酸。因为那发酵过程中有些有机酸，它没有被分解掉的话，就会存在这里。有人喜欢那个酸酸的口感，还有人说哦好酸哦，我喜欢，就见仁见智。就跟黑巧克力的味道很像。黑巧克力就是不加任何东西，就靠这样研磨出来的。然后这是我们可可茶，那个你有喝过吗？我可以稍微帮你介绍一下，我们就是把那个豆子啊，用开之后，这是种子，这是碎豆，然后就把它封制成茶。所以只用里面的果肉而已，不要皮。皮也要，这都要。皮的话是带出它的颜色。然后香味的话是靠它的碎豆，然后我们这个、啊、我稍微打一下广告，这个果汁，然后我们这一盒是360，然后有10盒52包，然后一包可以泡800到1000cc 左右，可以回冲1到2次，一盒360，2盒的话是600，就是比较划算。然后我们那个白色的梦工坊的产品，都可以购买，有兴趣的话的产品，他们也可以试试。好。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碎豆啊，就把它收集起来，然后我们把它丢到我们做研磨机器。顺时钟的方式这样子搅拌。
擦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种膏状这样子。哦。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摩擦嘛，产生热嘛。嗯。然后它越磨越细，越磨越细，然后变成油体状。啊。就变可可膏。那这个阶段的话是会有点香香的。嗯哼。看一下。因为它有油脂。对。一颗种子里面有差不多60%的油脂，它油是属于好的那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所以吃下去的话是对我们心血管是有帮助的。加上巧克力，它有一种人家说什么吃巧克力有恋爱般的感觉，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什么，二苯乙胺，它吃起来就是让我们脑啊产生那种恋爱般的幸福感。哦，据说啊，恋爱般的幸福感，我不知道，我体会过。然后就是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再去续成烟幕，就重固膜，一直磨一直磨，它越来越细，越来越细，然后就变成我们离我们吃的巧克力就很接近的了。哦，如果这时候我们再加糖或牛奶什么的，嗯，我再继续的把它均匀的搅拌之后，再继续的烟幕，今天，72小时，哦，但不是靠这一台啦，我们是插电的，它的原理就是那种溶须糖的原理，溶须糖是要一直拉一直拉，然后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嘛。它也是类似这个原理的，对，然后它今天还有一个名词叫做碾揉，就是顾名思义，就一直碾，一直碾，一直揉，一直揉，它越来越滑顺，越来越黏密这样，然后到最后之后，我们就是经过一个调温，然后再把它成型，变成我们吃巧克力。它这个阶段的话，就是百分之百，没有加任何的糖或牛奶或香草什么的，这是最原始的巧克力，当然味道不会太美味了。好吃的都是加很多东西。如果吃原味的，应该没有几个人是瘦的。那这个嘞？对，这个是什么时候用的？这个是那个中南美洲的，他们的研磨。其实一样是研磨，对不对？是用工具磨，然后这是这样反式。哦。一定要问我看，来一个。哇，你要试试看。来。好啊，给他试试看嘛。咦，我帮你拍。我拍一下嘛，你回去给他看。好，来试试看嘛。好了，我不要拍了，不要拍了。回去要剪掉嘛。在这磨，不用锤的，用锤不行，就用拉过来，然后再放回去，前后碎掉，前后碎，啊，不要掉在地上，要找到角落里面，是石头吗？对，石头。然后这个石头有一个特别地方，这边高，这边低，然后它们是共用，然后都是充分的水。哦。那我们是拍照。哦，好啊，那。这个坐飞机还要算重量，这些重，好重。这样子用的话，就有那种香味就出来了。你们摇看看，我最喜欢吃。对呀。